惊算什么？面对风霜冻露水，寒山过岭我牵你。你嘛敢那神呢？你阁会知影讲初八啊去用抢三万字？安奈甲你问几面，你拢唔敢？正常人哪会用的数字哦，拢是整数啦。啊，你若不爱讲三万，也不爱讲三万五，干干那要讲一个三万字。啊，我就想讲哦，迄钞票吼，电台辛苦所费拢两百块啊，啊，迄三万块哦，可能是用在寄来要拿什么物件的款啊。钞票辛苦得两百，用在提三万块，加起来应该就要三万块两百，哪会变三万字啊？你啊，规暝咧讲话拢三讲四绕开啊！杜夫人，初八去用抢的那个三万字，是不是你提借伊的哈？你哪知？啊，是讲你伫后菜园啊提上初八的事，初八敢无甲你讲有拄到我甲仙仙？这你也知哦？啊，你就是为着你要提钱借初八，惊我知，才甲变讲要去洗头对唔？这初八是安那？啊，叫人莫讲，啊，家己拢讲讲出来。其实这哦，不是初八甲我讲的啦，那是你上爷啊甲我讲的啦。吴春的啊，你讲白菜，啊这爷啊会讲话哦？那是因为你的爷啊吼有抹一挂土啦，佮甲搞甲规房间啦。啊，我洗头甲爷啊抹土啥关系？你若是要去洗头，你会去咱大门口来坐计程车，咱咧规条路出去拢总是淡啊加路。啊！你这脚目的迄土吼，就是咱后菜园仔遐的土啦。啊！我甲初八约伫后菜园仔，你也知哦。你想咧？乖哦，初八啊，我要提钱给伊的时阵吼，伊甲我讲吼，恁倒粪扫的吼，甲轩轩伫个遐，你唔通忘去哦。啊，若无，规个代志拢我讲去，再向我甲咱边边啊哦。你提钱借初八啊，啊，佫让初八甲你揽哦。应该啦，叫恁孙甲恁妹啊吼，即时去甲洗身躯。吴春诶，我身躯拄啊洗好尔呢。搁去甲洗四五遍啦，最好是用消毒水消毒毒诶。遐若无吼，我房间门甲伊锁起来，永暗拢无你入来睏。好，奶奶糟糕了。臭白姐，臭白姐，阿虎你来啊？哎，兄弟。对啦。啊，多谢你。有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我就伫外口执勤煞，转去派出所。派出所的同事甲我讲，初八就去用抢啦。啊，主管讲吼，这件代志是发生伫我的管区内，所以爱我过来了解一下啦。唔对啦。啊，多谢你。代志详细情形我嘛无了解，问阮爸，阮爸唔讲。啊，初八这人呢？伫房间啦，我甲叫。吴先生，外找。嘿，吴先生来了！嘿，吴先生要走了。楚班长，啊，你先回来，我准备走哈。你是人都不走过来了。我等于派出所看到笔录啦，笔录顶款写讲你去用抢三万二去，啊，你是有上抢去啦？我哪知谁敢要抢的哦？我都袂去报案啦，要直接弄去因兜，嘿嘿嘿嘿，哥哥。我的意思是讲，甲你抢迄个人，你捌看过无？啊，伊是毋是咱庄仔内的人啦、啊？百面毋是，我的人。啊，你是安伫路边揢钱咧佚佗？阮兜钱收济啊，我安尼才会爽，我你甲我管。所以伊才摕三万二伫路佚佗哦。嘿啊，就爽个啊！啊，到底是八千还三万二？你毋是警察，我无必要甲你回答。厝边姐，我是警察，所以你甲我回答。笔录顶悬写讲你是用抢三万二去，假使讲你也是用抢八千，你报三万二，安尼你就是谎报。阿虎啊，你爱甲阮爸讲较详细，谎报会安那？楚小姐，你若是谎报，就是浪费国家资源，增加社会成本，查起来那是事实，相当会判有期徒刑五年。我无把你骗了，真正是三万二啊！那三万二到底是倒位来的啦？阿杜，阿杜。
我知影恁老爸三万二对倒来的啦。阿伯，恁老爸三万二吼，都是走去给恁阿姆借的啦。啊？你讲阮爸去用手机三万二给阿姆借的？无唔对。阿伯，遐济啦。哦。两地只要未够着，就千万莫搁甲搞出来。我即要借问你吼，啊，你到底是安怎去甲阮翁弟借迄三万二，是要做什么作用？你给我管哦，我是翁弟借，啊，不是甲你借的，关你个屁事哦！我是咧想讲，你普通时的生活费用，拢恁查某囝甲你按算好好啊，而且你搁是一个水果大王啊，搁一个美华之果的董事长哦，你敢会去亏欠迄三万两千块啊？皇帝咪欠可怜啦，小当时就是安怎啦？我讲倒转来啊，你皇帝甲我拗一条骆驼，十几万啊！我甲小当时就是安怎样嘞？哦，我知啊，一定去外口甲人乌白来，爱包红包甲人洗门风，啊！你唔敢互恁皇帝啊知啊，才走甲阮皇帝来招对无？不对。哦，啊那无就是你无聊，去甲人跋舞脚、跋输脚，行人中。啊，无敢讲的，你从这条钱摕来去做善事，关了孤儿院，嘛唔对，三次错误，淘汰出局。阿婉，我你们，你还玩？兄弟啊，我来无别人意思啦，我只是要让你了解讲哦，恁老爸这三万二，就是去甲恁阿姆借的啦。阿伯，我知阮爸是哪要甲阿姆借的三万二。假搞！我给你三个机会啊！你若约袂到，你永远袂使跟我问这样代志。啥不知你要替小爱还信用卡的钱啦？等等你，等等，答对了。耶，你又对。阿伯，歹势啦，阮爸甲阮借三万二哦，我妈才提过给你啦。哦不，我来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恁老爸吼啊，常常闹高东闹高西吼。啊，可能有迄失忆症的款，我是惊去用骗的，你知无？我会去用骗，等你嘛好诶。你袂晓用骗啦，你都用抢啦。曹表姐，安尼所有的代志吼，我拢已经了解啊。真有啊！你问你俩歹人来，我到底创啥来？我你讲，我你也抓袂着，你是歹人哦。我你欠我三万二。阿仔，你这无红知啦，你这若红知影吼，你这敢那吼地下钱庄咧共放高利贷呢，这犯罪呢。啊，即摆恁厝边一个钱去用抢去，安尼我算无犯罪啦吼。哦，这哦，若无人去检举吼，就无罪啦。啊，不过咧惊讲吼，你这条钱吼，厝边一去用抢去呢，啊，厝边一若离婚吼，你这钱就无底讨啊啦。啊，来我三万二，啊无白白无去。迄个时阵哦，啊，匆匆忙忙啦，袂记吼叫恁撮皮仔一吼写一张啊借条，好无啦？母啊，撮皮仔一甲你写借条嘛无路用啦，伊也毋捌字啊啦。啊，煞袂晓咱写好，啊叫伊转手无？啊，是讲母啊，你敢袂晓写借条？啊，我若袂晓写，煞袂晓叫你，还是恁爸写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是讲你若叫我，是叫爸写，安尼阮就知影啊。啊对吼，母啊。这件代志自头至尾拢你唔对啦！你着乐透遐个钱吼，若去寄你爸的口座啊！啊，即马初尾才要甲你借钱，你着摕位爸遐去啊！安尼就无发生这个代志的可能啊嘛。啊，我遐个钱若寄恁爸遐，我是惊去阿沉去啊！我若要用甲摕，伊若唔好，我要安怎？有啊，时代无同啊啦，你的观念爱变啦。遐法律有咧修改呢，即马哦是夫妻财产共有制啦。咱厝里的财产吼，你一半，爸一半啦，爸无可能甲你顶起啦。恁母啊，这个人吼，就是求过欠啦，要过欠十年啦，还佫坐咧。坐了，尻川痒痒。唔是甲你讲啥伊啊？你就是我无听的哦。你吼，就是定惊死，放惊飞啦。今仔日这条钱吼，你唔敢寄予我，才会摕去借粗皮啊啦。啊，但即个粗皮防抢啊，看你要安怎就好啦。奶奶很多钱，有很多钱哦。在哪里？你带爷爷去看好吗？好，走。萱萱，天生啊，你查囡仔袂娶好哈，你放予恁老爸娶。
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先生啊，你讲奶奶很多钱给他？在这里。嗯，来来来，你走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觉得那钱是我的啦。那钱敢有写你的名？啊，无我甲对看嘛嘞，对看吼、哦。有同款啊无？若甲我的同款哦，这都唔是你的钱，这是大家的钱。啊，果然甲我的同款，安这都是大家的钱啦。母啊，你着咧偷这钱哦，互爸摕去寄农会哦，较保险啦。准讲要寄农会啦，嘛要开我的口做啊。我若想要用的时阵，要领也着有啊。这个钱哦，我要摕来捐哦，迄孤儿院。爸，啊，这么侪钱，你拢要摕去捐孤儿院哦？捐一部分就会用你啊。因为吼，这乐透彩丢到的钱吼，这叫做不义之财。这咱若有赢，就有人输。人个顶工吼，有一个丢到乐透彩头奖的吼，咱嘛捐500万出来咧，啊分吼捐做互五个单位哦。啊买啊，人个银行嘛有发一个奖牌给你咧。孙诶，孙公吼，你要捐到高林医，啊嘛爱话知影是倒一间高林医啊。我要来个捐哦，仙仙孤儿院。母啊，爸的意思是吼，要甲萱萱设一个口罩啦，啊，迄是钱哦，当作以后的教育基金啦。萱萱这样子好不好？好。嗯。啊，你拄只毋是去草皮啊遐？啊，我迄3万你有甲讨转来无？天生啊，恁爸定咧甲你讲啦，讲物件吼，若经过草皮啊，会卡缝的吼，啊，着安怎？无得讨。奶奶可怜哟。困咯，这样想啥？想啥？想阮老爸当时才较成功诶啦，逐日拢要做一寡代志，叫人甲想落。可是公母啊，搁踮在要外好咧，伊就逐工来缀条条，根本就让我烦恼。爸，你啊细细念咧，恁老爸我来安尼做，迄嘛是咧共斗相共啊，对无？无好啊！我答应你嘛，从今后我莫甲人借钱，还毋着好啊？我毋是咧去你甲人借钱，我是咧烦恼你的安全啦。假使讲今日甲伊牵是迄啦，伊若是有举刀，伊也是举枪，啊，若去甲伊伤着，我是要安怎啦？今仔日是因为钱，我无第一手的哦。迄钱若咧我的身躯哦，会以我中医堂36期的功夫，下有才能挖我的身着无？哼，阿哥，今仔日这件代志给我一个教训。啊，那这个教训就是哦，咦，才不可露白额。咦，莫干那嘴机嘴啦，常常拢要比我遐有诶无诶。老爸，我甲你拜托好无？你要做别项代志嘛，少甲我参详一下。我也要顾美容伊，也要顾阿强，也要顾你。我恁查某囝呢？拢袂晓少替我设想，常常要我安尼烦恼。无啊，我莫让你烦恼，你嘛莫我烦恼啊。啊，你甲小爱斗相共嘛？我毋是要甲因斗相共，我是要互因淡薄仔教训，看卖以后会当莫遐贤开钱无啦。啊，你早甲斗相共，毋着拢无代志啊！啊，3万二毋了要了，6万4。哎呦，小爱的信用卡才3万2，尔剩下6万4。啊，阿弟一定要行孝啦，阿弟唔着6万4。啊，搁有哦，大口袋诶，肥料钱甲电池哦，迄8000块，哎，卖互人哦。以后你一工收我准二十啦。哎，别破坏，哎，又要修哦，不好的预感成真了。阿弟啊，来上班，上班去啦，哦，我阿妹，来看见啦。哎呀！
啊，遐久无看啊，你手头骨遐重啊！我啊记恁哦，伫台北的时阵，过两年前啊，含你讲话讲一个，准你甲我打一个哦，我骗你十几波，我徛在那含你讲话。好，快点快点，拄只我都还未出来呢。啊，真的哦，快点快点。啊，你若要等会，啊，你若有时间来淡薄，哦，来佚佗对吧？好啦，好定啊，你都唔知诶。自从你无大了吼，啊，即嘛时机歹啊，啊，公司煞要裁员哦，讲要裁员五个啦，啊，煞我其中一个啊，你看有衰无？你叫人裁伊哦，啊，我可怜啊，我可怜啊你。诶，科长，诶，啊，你即嘛咧做啥物大头路啊？我哪有啥物大头路？我即嘛做演员，你过咧无啊？你嘛咧爱讲笑，演员阁会当过咧无？哈哈哈！诶，你咧做大头家哦？是来用请的啦。啊，客气要从啥？阿侬来讲真个啦，我真正是咧无用钱个，我袂骗你啦。真实个哦。哎，阿母也袂甲你笑死啊！你惊我啥？啊，你即摆南部是来佚佗呀？无啦，阵仔即摆吼时机歹啊，啊着来南部找朋友吼，看会当甲引一只石头我做无啦。啊，知影讲遐拄好去撞着你。嘿嘿嘿，迄找头路吼，慢慢找啦。人讲天下无难事哦，只怕有心人，一定会找到头路个啦。好掉。你过两年前就甲我讲一句名言吼，我拢记在心内呢，所以我今嘛唔靠毅力吼，就来南部找朋友，要认真做工课啦。安尼就对啊啦。等下吼，我要去阮姐啊收拾一下，啊收好，咱就，咱好好讲者，准备请你啉点酒，你啥款？好啊好啊，所以吼，我等着靠掉就是对啦。哎，还是好阿妹啦。哦，等有够久的呢。人做对啊，那无伫个厝诶啊，无人伫诶吼，我看咱来走啦。啊，主人若无伫诶，咱也等啊等，等下去互人甲恁当作贼啦。无啦，啊，我要来进前哦，有敲电话阮姐个啦。啊，阮姐讲要伫个厝等我咧，伊袂怕我走啦。我来个看。姐啊，姐啊，姐姐，讨厌你呢！啊，厝也无我盖大间啊，敢要伫遐休诶？要带你去酷便所尔，互你休咧到底，足紧张诶咧。啊，我咧甲伊叫，你毋着甲我应一下。我当你地啦，那是不要应嘞。你金卡头啦，手机在无？哦，那啥？你什么人？我这我介绍者，啊，这我朋友阿伦呐，阿伦，这我姐个啦，姐个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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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你甲恁姐个有代志要讲哦？我先来走。好啦，哎、欸，对啦。啊，你唔处理无代志，啊，到底想要创啥？我唔是甲你讲过啊。等下我甲阮姐吼，迄代志处理煞的时阵，计划遐人好啊，干脆啊。啊，安啦。嘿啦嘿啦，小姐啦，啊，赶紧要创啊！我甲你讲，相逢住宿有缘，从不要以客为尊。咦、欸，我感觉你面熟面熟的，你是你倒位捌见过面啊？我知道，你就是顶次阿伯后生对无？姐啊，你认唔着人啊啦？伊是我伫咧台北食品公司哦做科长的时阵哦，咧驶火车的啦。啊，我无做了哦吼，无偌久哦，伊就去用石头路啊啦。嘿，啊，即摆无头路哦，啊，即摆在南部哦，找朋友看有啥物石头通好做。哈哈，正拄哦，伫咧苹果就拄着，我有只找伊来食。系啊系啊系啊。老大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要介绍伊来咧门食头路呢？阿叔啊，啊你若欠家长吼，你用去考虑啊。没，这种做水果的代志吼，我外行啊，做袂来啦。少年人较有志气的咧，啊，当大口袋当初来的时阵哦，半行都袂晓啊。啊，不过你看，伊即卖咧，莲雾小天王呢。回工作转来啦，啊，若对我这个头家哦，妥当的啦。啊，若我的人哦，恩怨赏罚分明，你若做了好，我保证你有奖金，有福利。啊！你若是敢无非歪拽小屁脸哦，我就真正甲你割杀无论，当场互你嘻嘻嘿嘿告告。爱的路上我甲你，一路坎坷歹行算啥物？面对风霜冻露水。